下面讲一首《英雄的黎明》。这首曲子呢，他这个唱歌呢，他就是唱啊，他就是一种音乐，音乐。这个唱歌是一种伴唱啊，就是全部是啊啊，一种气势在里面，就是它是音乐的一种啊音乐的表现，它不是一般的唱歌啊，它是一种音乐的表现，就像交响音乐一样啊。名字叫《英雄的黎明》，英雄的黎明，写英雄，黎明有没有到？还没有到。啊，正在努力，正在啊，英雄的豪气长城，英雄的生死已过啊，英雄的气概，破英雄的那个伟大的一种魄力啊，坚持的信心啊，是这个曲子啊，我来表现一下啊，怎么我们钢琴怎么表现啊？差不多的啊，我来写一下。拉咪瑞哆啦啦，拉西哆哆瑞咪嗦，咪瑞咪来啦，嗦瑞嗦哆啦啦，啊，嗦瑞嗦哆啦啦，好吧，好。这个主旋律就这个两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两句主旋律啊，一句小调拉咪来咪哆啦啦，那么我用就用发了，而且气势很大嘛，就用发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就用嗦了，就用哆了啊，发到不了哆，我们先来个嗦再到哆，好吧？啊，那么就拉了。这个嘛，我们用发，为什么用发呢？因为我们后面要到嗦嘛，否则到不了嗦嘛。拉发就是瑞嘛，瑞嗦嘛，啊，再用发，否则也到不了嗦。这里也嗦，这里用拉。我来弹一下啊，第一遍就左手，没有
它转一直在转调，一开始是用 D 调啊 ，D 调，好，来拉咪，啊，好，马上就转了。转什么调呢？啊，就转 G 调 ，G 调 ，G 调跟 D 调是四度转调，软咪发嗦嘛。